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住我一齐皈依三宝。阿舍嚟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 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 皈依淡摩利欲中尊，皈依增骑诸众中尊，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淡摩利欲中尊，皈依增骑诸众中尊。 请睇《大京科注》第九百九十二页第五行睇起，第五行睇起经文，鼎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 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前面我哋学到呢度，请睇注解。忽见忽见者。 表感应神速，顶礼微笔，即眼见极乐教主，并以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会所云。 开乎土木定上正位恩心。譬如诸天共保气食，随其福德，凡色有异。会所里面举出嘅感应。 感应不可思议，愿具足了话唔定几时佢就现前。我哋同学在家出家，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经验，感应不思议嘅经验。呢度讲嘅释迦牟尼佛讲嘅，当时讲直讲到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心里面都想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喺呢个时候完成熟啦。成熟咩意思？咩叫成熟？一念冇第二念，冇杂念。 冇妄想就叫完成索我哋切身经验中有呢种事情，但系都好似喺无意中突然见到啦，想见见唔到。 咁系咩原因？咁系妄想。佛法里头教我哋最重要嘅一句话，就系、是、用真心，唔好用妄心学法，用真诚心生活。 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无处唔用真心，冇事唔用真心，感应就会好多，好容易。由此可知，我哋嘅心。 系妄心阿赖耶识，亦即系话妄想多，杂念多，想见法呢、這个想见里头夾，仲夹杂住杂念，夹杂住妄想，所以就冇感应。 同喺此时此处，有人忽然有感应，感应点嚟嘅？佢里面必定有一两个人，心地清净，心想见佛。 心想见记落世界，忽然现前，到惊讶嘅时候，嗰、那个现象就失咗啦，就冇啦。呢种事情喺同修之中常有。 咁我哋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时讲呢部经，讲到呢度嘅时候，阿难有呢个念头，想见阿弥陀佛，想见西方世界，忽然就见到啦。 呢种事情是真嘅，唔係假嘅。会说讲得好，同我哋讲，土木定相，静慧因心，呢句将条件讲出嚟啦。 阿兰求见，点解就能见？阿兰嘅心清净，与会大众嘅心清净，清净心感净土。如果仲有杂念、有妄想，心唔清净，唔清净嘅心现嘅系我哋现前嘅境界。 所以回溯讲得好，土我哋可以将佢解释为外在嘅物质现象。土包含一切，冇定相，心净见净土，心胃就见胃土，就咁嘅一回事。 所以话正为因心，譬如诸天共保气食，随其福德，凡色有异。呢度举个例子，诸天多数都系讲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 从我哋向上去系四皇天，四大天王，佢哋住嘅地方。四皇天上去，秃离天，秃离天，中国人讲嘅玉皇大帝。 一般人講天，多數都係講偷尼天，再往上去夜摩天、斗室天、花落天、他化天，六界六層天，六層上面四禪。 四禅天，四禅细分有十八层，初禅、二禅、三禅都系三层天，第四禅有九层天，再往上去无色界四天。 无色界四天再往上去就脱离六道轮回啦。我哋佢六道轮回嘅边界好远，六道里头嘅人道欲界天下面人道。 阿修罗道，再落去，咁就系业障好重嘅，鬼道、地狱道、畜生道。 呢啲叫三恶道，人天修罗喺三善道，举诸天从夜摩天、拖黎天，咁系最平常嘅欲界诸天喺一齐食嘢。 餐具都系众宝所成，所以叫宝器。我哋讲七宝：金银琉璃、车渠马佬呢一类嘅，但系佢哋共同用嘅餐具里面装嘅饮食。 每个人去嗰度食，味道都唔同。点解啊？个人嘅福德唔同，大福德嘅人，饭食非常美好；小福德嘅人，饭食。 就差好多，福德系因，凡释有意系果报，唔系人有意嘅，系自己感应面前。 三恶道、恶鬼道、地狱道，亦系感应现前。尤其是地狱道，地狱多啊，唔止十八层，每一层。 都数唔尽，点解有咁多？个人所做嘅罪业唔同，系自己业力变现出嚟嘅。起心动念就做业，凡夫唔系善业就系恶业。 起心动念系念头，有善恶；出言言语，言语有善恶；身行身体造作，所以。 每个人嘅业报唔同，绝对唔止一种。人身体嘅健康疾病都系感应现前嘅。佛经常讲不可思议。 所以佢冇定相，净为因心，一啲都唔假。所以业、恶业心亦唔系真嘅。 真心不生不灭，大成经里面讲嘅清净法身有冇？有，人人都有，佢系真正嘅自己。有冇言相？冇现相，能言。 一切上就好似发梦咁，我哋每个人都有发梦嘅经验。梦醒咗，回头谂下，头先梦嘅梦，梦中现相，从边度嚟嘅？唔知。醒返嘅时候。 梦中境界唔见咗啦，去咗边度亦唔知。其实我哋如果明心见性，咁就叫大彻大悟。瞓觉醒返系小悟。 仲记得梦中嘅事情，大彻大悟之后，你醒返啦。咁醒返系从六道轮回醒过嚟啦。醒返之后，六道轮回唔见啦。你见到咩世界？呢、这个世界唔见咗。 系一场梦，见咗啦。所现嘅境界就系阿罗汉所见到嘅。报土同我哋呢度唔同。住天每一层天嘅境界，各个个唔同。 如果细说系每个人都唔同，再细说念念唔同，总而言之一句话，佢唔系真嘅，假嘅，只有一真法界，永远唔变，几时见到？ 唔用网心，用嘅都系真心。唔用网心，落到轮回境界就冇咗。四圣法界现前，声文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 呢啲言词，记住，佛喺大城经常同我哋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诸佛刹土，都唔系真嘅，真嘅有冇有,有？ 大彻大悟嘅人见到喇，就好似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嘅，真嘅，真嘅係清净心，清净到极处。 一个念头都冇，点解啊？念头系妄念，妄念冇咗，真心现前，真心清净，冇染污，冇波动嘅现象，冇染污嘅现象。佢咩现象？经常举个比喻。 一片光明叫大光明状，佢用佢嚟同我哋解释大光明状，光里头有冇变化？有，咁咪自性随缘。 真如本性无相，能言一切相，能言所言嘅相系有生灭嘅，能言嘅心不生不灭。 城宗经典里面讲得好，称佢做常直江常不生不灭，直清净唔染，冇念头，江大光明状。 我哋再睇注解，再向下睇。故业救蔽心，则金融同为灰。呢种系我哋凡夫，我哋凡夫系业救善业。 唔系假嘅，恶业亦系假嘅。只要你有业，真性就唔会现前迷啦。用我哋而家嘅话讲，变成六道轮回。 变成我哋而家生活嘅呢个空间，金融，系佛嘅面貌，为灰系形容我哋，我哋本来系佛。 就因为有业垢障碍咗本性，呢、這个地方心心就系自性，呢、這个系真心，所以呢种系缘。我哋本来同阿弥陀佛一样居住嘅环境。 就係寂落世界所見嘅人物，都係諸佛菩薩。只因為業救將我哋嘅心障礙住，所以變成眼前嘅境界。 下面讲竹子案地，执瓦力化宝玉，系讲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嘅时候，讲到佛嘅境界。 不同我哋，我哋肉眼睇到同我哋差唔多。實際上，實際上唔係實際佛住布土，布土喺邊度？佛係盤腿坐喺度嘅，佢就下坐，腳底。 落地，嗰、那个大地忽然变成极乐世界一样，地面上唔系泥土，系乜嘢保玉？ 树木花草都系七宝所成，好似佛同我哋介绍记录世界咁样嘅，佛示现俾大家睇，佛住嘅世界，我哋睇起嚟。 同我哋一样，但系佛见到我哋同佢一样，只系我哋自己迷惑。一切法从心上生。大成经里头，佛常讲真嘅唔系假嘅。 起身土灵之言在时之西方非遥迷心为隔西方极乐世界喺边度？好近，一念过就见到啦，一念迷就见唔到啦，向西方揾。 点揾都揾不到，空间无限，揾不到边缘的揾到边缘你也见不到，点解啊？ 心现嘅，色变嘅，诸佛刹土系心现嘅，我哋所居住嘅呢个刹土六道轮回系色变嘅，色阿那耶色，白色能变，世界所变。 如果我哋转色成智，转白色成四智，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一切诸佛刹土，我哋都见到了真嘅系无量无变。 点解有咁多业集？无量接嚟都喺度做业，起心动念做业，言语做业，身体动作做业，从早到晚。 不知不觉，我哋冇感觉，而嗰啲业集种子储藏喺阿赖耶识里头，所以阿赖耶叫藏识，藏就系藏仓库。无始劫以前，无量劫以后。 杂叶种子存喺里面，好似档案室咁。遇到完佢就现行，佢就起作用。西方世界，我哋亦是迷心为家。 阿难今日唔系对佛所讲嘅能信，一丝毫怀疑都冇，所以佢唔系佢发一念求见，我希望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佛就现身俾佢见到。 就好似释迦牟尼佛脚趾按地，本是释迦如来嘅报土，我哋见到喇。若能一念归真，呢一念归真四个字重要。 周往生见到亦何隔念与是苦？时间空间都唔存在了当下你就见到，你见到的一定同佛喺经上讲的无差别。 由此可知，佛讲嘅句句系真话，冇一个字系呃我哋嘅。所以生命。」 心净土净之子，最重要嘅心净，心净则佛土净。我哋心清净就见到净土，我哋见唔到净土，咁系心唔清净。呢、這个事实真相。 一定要知道，知道之后努力修清净心，要将呢个世间嘅一切事，好事坏事、恶事善事，通通放下，唔好摆喺心度，就啱啦。点解啊？假嘅。 好事系假嘅，坏事亦系假嘅。自性清净心中本来冇嘅，我哋自己做障碍，错啦！证明经文。 佛而足止岸地，此土顿现净刹。呢、这个佛系本师释迦牟尼佛，佢表演畀大家睇。佢话佢住喺净土，大家唔相信，你同我哋一样，佛就。 放下坐嘅姿态，企起身，足指按到地面，嗰、那个大地忽然就现布土境界，我哋见到佛住布土。 叫十步装盐土，都系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发心菩萨修行嘅道场。佢哋<行>住净策，净策为土無，无差别。 试问外面嘅土有冇净位？冇净位都唔系真嘅，从边度嚟嘅？心现嘅，心清净就现净刹，心染污就见秽刹，就咁嘅一回事。 又手凝严曰：如我按止，海印发降，此之发降，非因受足。 手足系说法动作，系教学嘅方便。 发光系咩发光？嗰、那个光系心现心上真心。 真诚到极处，那个心所现，俾我哋见到了阿难见法只因于归真之一念。 佛将极乐世界显现出嚟净土，阿弥陀佛俾佢见到正报，极乐世界嘅依报正报，佢全见到啦。咩原因？记住一念。 嗰个时候心无意念，嗰一念系乜嘢？阿弥陀佛，就呢一念，一念之外我无别念，呢个系真人。而家科学家同我哋讲，物质世界系假嘅。 唔系真嘅，从边度嚟嘅？从心上生。亦即系话物质系念头变现出嚟嘅。三千年前，法理经常系咁讲嘅，而家量子力学家。 同我哋讲，亦系咁讲嘅。物质将佢分解，分解到最后系乜嘢空啦？冇咗，先知道物质系假嘅。佢点形成嘅？ 念头形成嘅呢种情形，量子力学家见到了物质嘅形成是意念，冇意念就冇物质，仲有意念喺高频率之下变成物质，微中子。 佛法嘅名词叫极微色，极微之微，物质从边度嚟嘅？从心想上，所以佛喺大成经上常讲，上个宇宙六根能接触到嘅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性向味触法。 六层六根六尘都是念头生嘅，起心动念佢就有，唔起心唔动念佢就冇了我哋起心动念嗰、那个心极其微细，一坛子三十二亿八千年。 咁高嘅频率，咁微細嘅嘢，我哋六根都觉察唔到，佢速度之快，所以呢个世界边个做嘅？念头做嘅，我做嘅我享受，你做嘅你享受，个人做个人受。 佛大慈大悲，佛祖极乐世界，叫我哋去享受。只有呢一门，只有呢一法，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冇呢种系阿弥陀佛无尽嘅慈悲，究竟嘅慈悲。 圆满嘅慈悲，帮助我哋苦难众生。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求愿往生，但系要求嘅系一念，即系话你嘅真信。 你嘅求生念头唔夹杂妄想杂念，同佛就相应。我哋深信不疑，我哋一心求愿妄生，但系呢句愿心里头、信心里头都有夹杂。 麻烦喺呢度，我哋而家归真，唔系一念多念，唔相应。道理搞清楚之后，我哋明白啦，要一念同佛菩萨就有感应，二念三念。 同六道轮回感应差好远嘅，我哋而家堕喺轮回里头出唔到去嘅，所以而家。 佛喺度示现，佛喺度暗指海印放光。呢、這个放光唔系从手足嚟嘅。阿难见佛，只因于归真一念。呢归真一念重要。念佛时是心念佛，见佛时。 是心见法，只是一心。呢一心就系真如本性。我心佛心系一，唔系二。正如经常讲嘅，十方三世法。 共同一发生，同我共同一发生，呢句系真话，唔系假话。本来无毫厘许间隔，而家妄想杂念，仲再加上造业，障碍重重啊 作云何格念？与是乎」？只是一念，无去来今。呢句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时间。 是故阿难念佛禮法礼法即见弥陀，点见嘅？一心见嘅。故行者临终。 若能一念归真，亦必当下见佛，蒙佛接引往生极乐。呢句话重要。行者系我哋，我哋修净土嘅人，求往生嘅人，呢几句话好重要。 要点呢？要能一念归真，只有呢一念往生极乐世界，见多弥陀佛。除呢一念之外，冇第二念。真能到呢种境界，你同阿南一样，一定。 当下见佛，佛会带你去。好似海贤老和尚，佢系一念归真，念念归真，一百一十二岁。 念佛九十二年，念念都系一念归尽。换句话讲，佢见佛太容易啦，见极乐世界太容易啦。佢有冇见到？佢同人讲多次见到，我哋相信。 佢唔系妄语，佢符合呢个条件啊嘛？点解留喺呢个世间咁耐嚟表法嘅？利益众生，阿弥陀佛祝福佢多住世几年，为。 关门弟子做个榜样，为修净土嘅人做个好榜样。佢住世系为咗咁，做得好好。我哋都知道啦，都向佢学习。佢老人家功德圆满走啦。 何有余念与时间之间隔夜冇站念，冇妄想，时间空间都系假嘅，都唔系真嘅。颜者面貌广大如。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嘅，佛身高六十万亿恒河沙游旬，咁讲。 冇办法想象，佛身高几个？六十万亿恒河沙游巡，一游巡，印度游巡有大中小，大游巡八十里，中游巡六十里，小游巡四十里，四十里一游巡。 我哋抬头望天，六十万亿恒河沙犹存，恒河一粒沙一个油存，恒河有几多沙数唔清，仲要加上六十万亿。 我哋点能见到？见唔到？但係会见到？点解能见到？佛嘅身上高大，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高大，同佛差唔多，就见到啦。 呢啲都系不可思议嘅境界。眉间白毫，右旋婉转，五须眉山五座须眉山呢个系眉间白毫，瞓眼如四大海水。 好似太平洋、大西洋咁，用呢啲嚟形容佛嘅上好庄严。观经曰：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众佛有八万四千光明。 黄金山观经里面讲嘅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焰浮坛金色浮子身形巍巍如山，故云如黄金山也。如上之布身庄严，虽非阿难。 及其果位以下之回众所能尽见，但以两土如来威神加披，以性方便随其根器，各各能见。呢句话重要，就系、是、我哋睇都睇唔到嘅，就喺面前亦睇唔到。 点先会畀人见到？就系、是、阿弥陀佛加持、释迦牟尼佛加持，无比殊胜嘅方便加持佢啲众生，等佢哋有呢种缘分见到。 见到嘅时间唔长，见到终于见到啦，阿兰亦见到佛啦，好似经常讲嘅，释迦牟尼佛讲嘅，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我哋读到呢啲经文，最重要嘅真信，绝对唔好怀疑净土中条件就系三个三种一个系信，一个系愿，一个系念佛。真信真愿念佛唔中断。 真想到极乐世界，佛号从早到晚就唔好中断，好似海贤老和尚讲，唔使出声，心里同默念一句跟住一句，念到一心感应现前。<noise> 阿兰同大众所。 得到嘅感应，我哋亦有。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学习到呢度。